对不住啊，陆总。正宗酸爽，认准统一，统一老坛邀您收看，我喜欢你。今天你喝酒了，就不用送我了。不是我送你，是代驾送我们。真不用。我有个朋友刚好就在附近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小丽，哥到了啊，前面上车。哥上前面掉个头。我朋友北方人。听出来了，豪爽。下次我们再一起喝酒呀。好，到时候说一声。扒了啥呢，还搁那杵着了，马上上车了。哥带你整点人参。我走了，快点了。帅哥走了啊。小丽，这老妹谁啊？瞎了，老舅。哎妈，认出来了。不装了，整天把我给累。还把你给累的。嗨，你看看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，你这大背头，你这蛤蟆镜，还有你那个方便面，学什么买款啊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听到没有，还是我们家楠楠懂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身穿搭是有说法的。脚踩驴，背背虎，吓死你个小老鼠！啊呸！你今天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啊？他呀，最近看上一个小混血儿，长得还挺帅。徐招娣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因为我的出现，你的那位小混血儿正在担心你是否到家了。看手机，一条微信都没有。不可能！徐招娣儿，你看上一混血儿？你该不会这回又看走眼了吧？你能不能找个靠谱的？什么叫又啊？你们知道有个东西叫百科吗？他可是有百科的人哦。哎呀，不说他了。哎，说你吧，今儿怎么了？忽然请我们吃肉，发财了？对呀。我这不是水逆结束了吗？而且还有两个问题想请你们帮我参谋一下。讲。解决你们俩的问题，是我的责任。说。第一个事儿呢，子谦哥，这回不是帮我洗刷了冤屈吗？我想着说，总得怎么表达一下感谢吧。送他一枚香吻，毫无成本，让他铭记一生。屁嘞！陆总怎么办呀？我觉得就随便做点吃的表示一下。我觉得行，经济实惠，诚意满满。对。下一题。陆晋妈妈主动约我吃饭。我还在犹豫，他妈妈说是为了想澄清一下之前的误会。去，一定要去。那个大姐再牛，也架不住她儿子喜欢你啊。楠楠，听舅的，以后啊，你有的是这个机会跟大姐见面。这次去，探探她的战斗力，就当热身了。热身了。把你吃的亏都给她吃回来，吃穷的。吃不穷的。楠楠，明天到舅的高定工作室，我从头到尾量身为你好。舅，工作室我就不去了，行吗？上次你没少让我出洋相。哎，你明天在哪儿吃饭呀？他妈妈说就吃个便饭，而且约在紫金。便饭，那就没必要倒饬了，搞得咱们没见过世面似的。就是。你呀，就这么去吧，我觉得挺好。行，那就去。既然阿姨都邀请我了，那我必须得去。
幸亏有你们两个狗头军师。行了，点火开吃。吃肉。哎，我得先走一下。突然想起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是是。他买单了吗？他能买吗？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找他去。你找他。正南。哎，等我呀！哎，等我啊！正南，抠死你们两个小老鼠！啊，什么玩意儿？您的刺身。买单。打包。别紧张。这确定就我们三个人？当然，你我我妈妈。哎，就吃个饭，不至于还带什么礼物，真的是。这什么口味的呀？抹茶的，但是不是普通的抹茶蛋糕，是我做的抹茶生巧慕斯蛋糕。它最下面那层巧克力烤海绵貋糕胚，是我用 COCO 含量78%的黑巧做的。上面那层生巧呢，也是用奶油跟巧克力冻了7个多小时才冻好的。最上面那层抹茶粉是手筛的，所以这整个蛋糕靠的就是手感跟天赋，诚意满满。我可不可以看一眼？你下车再看吧。好的。祝啤酒品鉴会圆满成功！干杯！卢总，这杯酒单独敬你。这次合作这么愉快，那下次杭州的活动一定要享受呢。当然，这次合作让我充分感受到了你们公司的专业程度。以后国内的活动，我就都交给你们了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而且，我还想指定徐主管来负责。哦，厉害！卢总赏识，领导支持，同事们鼎力相助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。来。孟欣姐，你好歹曾经也是个夜店小王子啊，啊，阅女无数，怎么就在这个女人身上翻船了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跟变态有什么两样？你有大好的前程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两天干嘛去了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跟我到车里说。哦，不回去啊！快去车里去，别闹了。干嘛去了？好你个混血，你还真是个串啊，串完这个串那个。徐招娣，你也有今天，活该你被骗。别忘给我打电话啊。你先回去等我。哎，这么好的车怎么漏机油啊？机油箱在哪儿？啊，嗯，这个啊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嗯。你先让我看一眼。
干嘛这么好奇啊？又不是给你的。我知道，我怕你又弄什么稀奇古怪的小动物吓到我妈妈。我忘记给你妈妈带礼物了。那这给谁的？陈总啊。程子谦。为什么要给他？感谢他。为什么要感谢他？因为你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行了，我赶紧给人送过去，一会儿接啊。好。嘿嘿嘿。你说顾胜男乱搞男女关系是跟我还是跟他？说清楚。跟你。进。盛南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正好，咖啡配蛋糕，事业步步高，专门给你做了一个蛋糕，感谢你为我尘埃昭雪。有什么好谢的？专门给我做个蛋糕，当然我不好意思了。咱俩这关系有什么不好意思？盛南。我想请你吃个饭，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你干嘛那么费钱啊？有什么话现在说就行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发型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觉得随意中带了一丝端庄？有没有？很好看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觉得你领带跟西服不太搭，自己没觉着吗？哦，那我的妆容呢？特别是眉毛对称了吗？对称吗？好看。行。我们俩认识这么久，你觉得我？我觉得你特别好，特别是办事儿，够哥们儿啊。那我的穿搭呢？这一整套的造型怎么样啊？会不会有一点做作，随意吗？啊。顺其自然吧，一切随缘。你今天是要见什么人吗？回头再告诉你吧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好。我觉得今天有点奇怪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当官当久了，变得严肃。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呗。等你忙完再说吧。行，走了。关门吗？不用了。好。我想说，你喜欢我吗？没进去啊？你怎么那么快出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会留下一起跟他吃个蛋糕呢。别那么小气嘛，吃个蛋糕而已，下次给你多做点。你跟他一起吃了？没有啊。哦，走。你先进去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上厕所？我去紧张，我就想上厕所。有什么可紧张的？你我妈妈就是因为……哎呀，不说你去吧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幸福是什么？就是一蔬一菜、锅碗瓢盆、衣服包包，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。但他们都好费钱哦。还好我有唯品会，衣服、厨具、日用品，三折就能买到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上唯品会搜“喜欢你 ”，get 我的同款好物吧。在这儿做的还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就好。陆晋来啦。
坐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吃一顿普通的饭吗？可以开始了。好。坐啊。哟，顾主厨来晚了，是在后厨烧菜吗？不好意思啊。顾主厨今天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请顾主厨来吃饭，坐这儿。哎，上来。坐在主位。位置给你留好了，坐这儿吧。好，坐。坐这儿。我坐那儿吧，你们好聊事儿。盛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啊，陆军跟我说吃了便饭，我不知道这么多人。啊？哎，子谦，我看了一下财务报表，好像这两个月的盈利比往年同期都要增长了不少。啊，是，我是又到了旅游季，入住率。让他在这儿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你们看如何呀？是啊，吃过顾主厨的菜，但现场看还是第一次，有幸有幸。来，你来到这儿展示一下。来呀。好，可以。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吧。但是我铁板烧这是第一次，试试看吧。所以大家就稍微将就一下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弄脏衣服了该，把你那围裙解下来，给他系上。谢谢。啊，未来的合作是共赢的事业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是成熟而值得信赖的，也希望大家能拿出自己的专业水平，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的，好的，合作愉快。哎，这个牛肉是不是好了？顾主厨，麻烦您帮我们大家分一下好吗？不需要分了。林曼，你不是也在法国蓝带进修过吗？露一手。什么样的身份做什么样的事，李总的身份不合适。什么？李总的身份不合适做这种事。哦，明白了。我也很热爱厨艺，
我给大家唠一声。我来，我来，给我，我来，好一起。好久没做菜了，想吃几成熟的？还想吃什么呀？肉想怎么分啊？于师傅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是你，是你，联合陆晋还有程子谦来一起耍我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你没事吧？等我一下。欠，还有你，医院去，我没事儿，我带你回家。为什么不躲呀？刚刚你这样很危险的，会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不想看着你受伤。我不值得你为我受伤的。你值得。我不值得你保护我。你值得，因为我爱上你。I know how I feel.
别乱说，我们没那个什么。什么呀？你们俩到现在还是清白的呀？躲开！徐招娣，谁跟你一样，第一次见面恨不得当天确认关系？我可不这样，我现在跟那个卢卡斯啊，可是发乎情，止于礼，到现在我俩连接吻都没有过呢。哎呦，那我觉得你得好好调查一下，他是不是有别的爱好？滚！他正常的很，好不好？只是我不想而已。我想谈一次真正的恋爱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忘不了孟心杰。吃水果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许提孟心杰，提孟心杰我翻脸。他这个神经病，你们知道吗？那天大半夜跑到我家里来哦，哎呦，非要阻止我谈恋爱，还说什么卢卡斯有别的女人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他哪只眼睛看到卢卡斯有别的女人了？还说卢卡斯是火坑。我告诉你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徐招娣，你俩破事儿没完没了。楠楠，就问你，你跟陆总刚好，他就带你去山庄啊？对啊。哎呀，顾胜男，这把你可以啊，一步到位哟。哎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啊？不就是去郊游吗？拜托，你能不能有点常识啊？其实也还好，看过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，一套夜间的化妆品足以让你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依旧光彩照人。可是我日间的化妆品不多。早想到了，刚才就下单，一会儿就送到。老姜，我真的是路上堵车了。我知道一个人在这等得很尴尬，我这马上就到了，好不好？马上。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。喂，好了，马上马上，我马上就过来了。我不是今天有事吗？20分钟就到。完了，我这次哪都不去，我们在酒店玩个3天3夜。你把酒店地址发给我。拜。哎，你怎么去那么久才回来呀？烦死了，上厕所都上不了，电话一直响。苏海的活动结束了，但是杭州还有个项目那边，还需要我过去一趟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在你相思成灾的时候。讨厌，来，再吃一个吧，小心烫哦，小心。这好吃吧？好吃。再吃一口。哦，我该走了。哦，我最多3天就回来了。你还记得法语"我想你"怎么说吗 ？Je vous souhaite。Je vous souhaite。Je vous souhaite， 说的非常好。走了。买单，打包。Thank you.
日元西郊酒店2001号房。哼，臭不要脸，还想跟我开房？以为随便一个五星酒店就泡老娘，真失心疯。千万别误会，不是我，是那个小混血。你是送酒的吗？我是送钟的。哎，亲爱的，他是谁啊？司令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来我来早了， party 还没开始呢。徐小姐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卢总，这次的杭州之行还顺利吗？不来不知道，卢总的会真是开得激情昂扬，五光十色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就一起玩吧。你要是不开心，那我就让他们都下去。给我放尊重点儿！这个人也不要脸，敢打老子女人！啊啊你把我们女人当猴耍是吗？你们女人？你是谁啊？你真以为自己是我女朋友啊？她也是我女朋友，她也是我女朋友，她也是，她们都是。你这玩仙人跳呢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有的是钱。给你，不够啊，连这么一点承受力都没有。你再来碰他眼试试。别打他！小卢的，你要再动他一下，我就报警。你挺心疼他的。话说回来，这年头可为女人打架的男人太少了。这男的不错，好好珍惜他吧。这个地方就留给你们两个了，你们好好玩吧。没事吧？you
么样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我这个车帅不帅？帅。这两人坐这是有点挤啊。是很。哎，要不你坐等椅试试，我带你兜风啊。不要，不要，我要下去。你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让你到你爸工地胡闹。瞧你这副不学无术的样子。我哪有不学无术？你儿子，我可是德国排名第一，慕尼黑大学汽车与发动机技术硕士毕业，妥妥的名校学霸，海归精英，好不好？那你还不是天天修车呀？哎，你这又说的不对了。我修的虽然是车，但不是普通的车。你看看我那车行，我做的可是情怀，我是有灵魂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啊。你平时怎么胡闹我都可以不管，可现在是明庭的非常时刻，你爸身体又不好，更需要你扛起明庭。陆晋现在可是天天都待在苏海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惦记你爸的产业呢？咱们得多加小心，知道吗？我哥他在苏海，那直接让他接管明庭阁不是更好吗？Smelling it.